陛下，人来了。下去吧。是。贺良，臣在。今日朕因贺九龄而得罪了雍王，恐怕这结盟即便成了，也是勉强。朕打算委你重任，让你去南疆镇守，以牵制荀南。 能为家里为皇上效力，乃我贺家之幸。然而，家父已在知天命之年，不比当年与皇上同持疆场，怕是难当重任，不能为皇上分忧。朕也想过呀，只是朝中无更好的人选了。左将军严昭，有武有谋，心细如发，曾在家父麾下征战多年。 臣觉得可。右将军傅荣德，练兵有方，智勇双全，他训练出的士兵能以一敌三，臣觉得也可。何良，你怎么想？臣觉得陈州说的在理。 朕会好好考虑的。都怪臣无能，辜负了皇上的信任。大将军一职，还望皇上收回。臣不配。哪儿来的不配呀？贺家百年忠勇，血染江山，才让我轩辕氏坐在这红尘枯骨上。有我轩辕氏一天，便有你贺家一天。 大将军一职，即便不去南疆，也当得起。而且也只有你们贺家当得起。谢皇上。为君死，为国亡，我贺家何曾这般退缩过？贺家儿郎。 自是愿为君死，愿为国亡。只是我们还有一个灵儿，你妹妹，是你娘以命换命保下来的，病了6年，送去五华山治病10年，现如今好不容易苦尽甘来，快要嫁人了。 我舍不得他有事啊，便是一分一毫的风险，我都不想让他沾上。